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舞者申凯翔带来一段彝族街舞。你是个训练非常有素的古典舞演员，但是街舞的东西我真没有看到。少数民族他也在街头跳舞，不一定要跟外国人的一模一样，我们都要去模仿黑人的街舞，那我们的街舞哪去了？街舞是一种精神。他独具特色的民族街舞打动了三位导师，顺利进入下一环节。好，三票，恭喜过了。